若所在国家、地区的民风反对烧金纸，在清明、中元这类的供养超度幽冥众的吉祥日，行者是否能存以修法诵经的功德回向？那更好。没错，那更好。你啊，我们密教行者在这个地区去反对烧金纸，清明节中元普渡超度幽冥众的吉祥日，用修法跟诵经的功德回向，这是非常正确的，非常正确，非常好。那再加上呢，你自己再烧一张支票，那就更微妙。